就是这张照片让人看傻眼，前方机车居然骑士头顶卡住一张桌子，居然还能沿路骑。仔细看，机车上双载似乎两个人脖子都卡进方形铁桌，骑士还有戴安全帽，被目击民众赞叹真是超勇的脖子。我都要脖子负荷，我一定用车啦，用车载啊，没无可能。他在后面呢，用绳子啊，套在头危险。任谁看到都惊讶，地点在台南安南区这处路口，照片抛出全网惊呼。 原来还能这样载，真是高手在民间，失手又要在阴间。这是街头艺人吧？要是不小心勒残，头就飞了，跟血滴子一样，真是台湾奇迹。实际找上家具行就是这种置物桌。偶尔骑车载家具，确实会用肩膀扛。除了危险，机车载物超过范围，可罚最高600块钱。 省钱事小，要是出意外，后果恐怕很严重。接下来，关张台的报道。我是萧慧文，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视新闻开始。中视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。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